成语，昂昂不动。故事坚定的石像，在一座古老的寺庙前，有一尊高大威武的石像。这尊石像雕刻的栩栩如生，昂首挺胸，目光坚定，仿佛在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。一天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寺庙周围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，花草也在狂风中瑟瑟发抖。然而，这尊石像却昂昂不动，宛如一位无畏的勇士，坚定地屹立在原地。狂风暴雨又如何？石像昂昂不动，坚守着自己的使命。他的坚定令人敬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岁月的侵蚀让石像的表面渐渐出现了裂痕，但他依旧昂昂不动。哪怕时光留下痕迹，他的身姿依然挺拔，昂昂不动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又过了许多年，寺庙周边的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新的建筑拔地而起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，而这尊昂昂不动的石像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精神象征。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石像昂昂不动，它所代表的坚韧与坚守永远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。